啦，跳舞什么跳舞？你跳啦吼！啊，你跳啊！真好真好，我等下唱几首歌曲吼。你跳啊，爱跳舞，我这里不打了，然后咱你跳来跳。这是一首非常轻快的歌曲吼，青春靓吼，几首歌曲跟跳舞哦，非常的轻快吼。咱这回来先唱几首歌曲，几首歌曲早期是文豪在唱的吼，对吧？大家拢会晓唱，所以我今日演唱大家拢听有的歌曲，文豪的歌曲。OK， 好。好，那么他刚连续哈，因为一开始的时候，那边有恭维哈，你做永兴嘞哈，每年都会办这么特别的一个餐会，而且呢，我们区公所也很用心来宣导一些政令，那还有我们这个林小姐来宣导长期照顾，所以呢，不管的时间哈，花了比较多的时间，所以我刚才演唱的曲目我都不会停。聊个算是聊安尼平时啦吼，啊，即摆这个时阵，我想要搁邀请到咱李定，会当吼客家，搁甲讲句话话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再次邀请我们这个年轻有为，而且做事最认真负责的，少年时阵你往到泡票时，咱即摆探究几分的回馈乡里吼，来，婆婆上座嘞。回上啊，回上啊，是啊，无啦，我迄个见我啦，他就讲话啦哈。啊，老板，你来啦，这个晚会是爱怎么搞？今天无包菜啊，算了，你明天要吃饭就走。是超侪钱条，安尼啦。好啦，唔是。我考猪啦。我考猪啊，无菜。因为要见外人啊，咱起来笑啦吼，大家拢吃饱就走啊，超侪亲戚拢安尼啊。